你不是想卷舞蹈吗？你不是想卷吗？看到现在卷。假装急事出差，这是媳妇儿。然后偷偷藏后备箱，看看媳妇儿在家会干啥。来了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哎呀，今晚又可以嗨起来了！嗨起来！去 KTV 去酒吧玩个不醉不归。你这样子不行，咱别被你老公又耽误了。不会的，这次不会再像上次一样。刚才俺老公接了个电话，回去过来就跑出去了。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啊！所以俺们尽心的玩，今晚你放心，我买单。8000，哎，就上次俺俩见那个小哥哥很帅的，啊，继续给他叫过来，继续叫。今天晚上多叫几个啊，多喊几个，多嗨。还有，我今天把那两招交给你，你多学着点。好，走走，四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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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俩怪嗨啊！你俩是不是怪嗨啊？你怎么在车里啊？你说我怎么在车里？月月，我对你太失望了啊！你是屡教不改呀！我今天本来想测试测试你的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什么解释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不去的。屡教不改，屡教不改，下车。下车，下车，快点。下车，回屋里，回屋里，我在教训你呢。这边。哎呦。这边，你也给我过来！你看你两个人干的什么事啊？我们没去嘛。你没去，要不是我拦着你，你早就去过了。你还没去，你还没去，我哪敢去的呀？你上哪去的？啊！哟，你俩都没认真了哈，都没认真啊！就你上哪去的呀？你别打听你啊！我想听听那我叫啥叫啥的，那我叫他两个舞蹈，叫两个舞蹈啊！叫两个舞蹈，搁家里不能叫，你非要跑 KTV 跑酒吧里面去叫，那没有感觉有氛围啊！你还要感觉还要氛围啊？对呀、啊！你看你俩长，你看你俩长得一样哎。人家穿个长裤子，你穿个短裤，你不冷呀、啊？不冷着的、啊？不冷、啊。你浪里不去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我没不去了吗？可是你要学舞蹈是吧？嗯，我要学。可是你要教啥是吧？啊？可是你要教啥？我教你教教什么？我让你教、啊。你别打我了，天天都搁这了。后面今天晚上天天在这，天天在家走了，你看我咋收拾你的？你不是去，你不是要在那教你舞蹈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不是想教吗？来，上去，你给我过来，站起来。你不是想学舞蹈吗？你不是想教吗？你别跳，现在教，跳。打飞你！我下次再看见你俩在一块，我腿一卸了。